感谢转动的橘子 ，Mono Monker 永恒的充电，以及买买又买买的微信红。小鱼只好颤抖着扭过头假装没看到，他现在就祈祷阿丫能够放自己和东哥一把，让两个人活着离开烧烤摊。不会吧，还真有只全羊。阿丫从三轮车里拖出的一只褪毛全羊，在小鱼眼里是一具男尸。也不知道阿丫对尸体做了什么手脚，那具尸体竟然全身收缩，看起来就像一只羊羔。阿丫嘿嘿地笑着，手持钢刀在尸体上划了数十道深深的口子，那些伤口马上就皮肉外翻，露出了猩红色的筋肉。接着阿丫用蘸满佐料的刷子细心地涂抹那些伤口，好让酱汁充分浸透到皮肉里面去。做完这些后，阿丫把那具散发着怪异味道的尸体架到了炭火上炙烤。